年，王祖贤在《倩女幽魂》中饰演女鬼聂小倩，样貌惊为天人，旋即成为红遍东南亚的女神。可惜岁月不饶人，46岁的她8月底秘密现身香港，被媒体拍到，尽管保持着白滑长腿，但以花容失色，令人唏嘘不已。据悉，王祖贤这次返港并非传说中的复出，而是来签卖楼文件，卖出一个汇景阁单位，套现近2000万。在搞定卖楼手续后，王祖贤便急忙返回加拿大温哥华继续避世。据可靠消息称，去年夏天王祖贤在一场交通意外中受伤，似乎与其容貌改变有些许关联。被拍到照片中昔日女神闪变猪趴脸，晒出的抢眼长腿也被发现膝盖上各有疤痕，但最为惊悚的当属脸部变化，五官与以前相比变化颇大，眼睛变细，周围略显异样，颧骨及前额位置亦比以前凹陷。在温哥华隐居11年，王祖贤早已习惯简朴的平凡人生活，他甚至很少外出，活动范围仅集中在寓所周围，却也十分注重自身的身材保养。先是被拍到现身健身房，身穿短裤背心的他身形高挑，但腹部与手臂明显松弛，期间使用多个健身器材，浑身汗流浃背后才离开回家。第二日仍旧形单影只，继续高温瑜伽的活动，接连2天的强力度运动，看来女神为了减肥真是精力旺盛。而早前盛传的26岁小男友却未见踪影，难怪姐姐每日只好以健身消磨时光。